成员可以自己来竞选队长，在卡片上写下你们愿意向我们交纳的碳排放指标数量，数量最高的那个人可以成为你们这一队的队长，然后这一队的总指标由这个队长来分配。但如果你交完之后没有被选中队长，你上交的指标我们也是不退还的。我不想当队长，我也不想当。你们真的是开心无限文化有限公司，千万不要为了当队长对做出一些无谓的牺牲。对，我们队第一环节省略了一个负十七，一个二十，你说这队长是谁？财大气粗，腰残。别说我们这有多少，不让说，我还用写吗？我们还用写吗？对不对？给，没有，写什么呀？零。好。写完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公布红队交的最多的成员是宋雨琦。宋雨琦是以零点五千克的数量当选成为了他们队暂时的队长。有内幕，绝对有内幕。是的，这么抠呢？啊，他们聊过，有内幕。我们先商量一下，不要做出无谓的牺牲。能交一克，咱们就交一克。反正我们不管谁当队长都可以分就好了。那你当队长，那我来吧。那我队长吧。那你们写零，我写零吗？零好，我写零点五。很节约的一个选择，非常 love and peace。要用脑子的，智慧，用脑子喽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公布黄队的交的最多的成员是沙格。有。他写的是全部交，哎呀 ，all in 了，哇！就为了个队长，他一定是不想跟你们分了。有，不，你亏了，那个就回来了，不回来，交出去就不回了，不回，你傻不傻？交出去就没了，不回吗？不回。不是说谁当队长那就回来了吗？不回，那不行，没了，那我这里没了，来，交出去的碳排放，泼出去的水，没有了。你现在不是杀意啊，是傻意啊。那我理解错了，我以为谁当上队长那个就回来了。我们俩还写的是零，不管赢还是输，你交了多少，就是都不返还。傻不傻？沙哥冷。我这不舍得吃，不舍得喝。你说这队长是谁？财大气粗，腰残吗？我能喘多少气儿？我一个小蜜蜂，我有五个就够了。导演，不能抢啊！一把回到解放前。好，接下来是蓝队，蓝队三位成员当中，